聆听思想的声音，沐浴智慧的阳光。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来到长江讲坛周末大讲堂。在南开大学执教了30余年的陈红先生写过一篇《十年书缘说读书》的短文，回忆自己在文革十年中未有片刻间断读书的经历。那期间他做过2-3年的农活，教过书，到过机关，做过排球队教练，还学过针灸，做过乡村医生。但最重要的是，他说那时静下心来读了很多书。他心向往的是达芬奇式的博学多能，是所谓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境界，并不曾想到日后他能跳过本科直接考取研究生，能够留校任教传道授业解惑，在日后以数十年兢兢业业致力于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成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与他的经历不同但又相似的是，曾在河北大学读书任教30年的詹福瑞先生，中学时赶上文革，却也生性喜欢读书。他从《论语》中懂得社会责任，从《庄子》中感受到自由，从《红楼梦》中认识到人是感性和理性混合而成的复杂的生命个体。他尤其喜爱李白的诗、鲁迅的文章，在师从著名古代文学研究家詹英先生期间，甚至完成了李白全集的整理工作及相关著述。由读书到写书，当他陆续完成一系列中古文学著作的时候，他大概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国家图书馆馆长，坐拥书城，推广阅读达10年之久。两位教书、写书、爱书之人将如何谈论读书？下面请大家用掌声有请两位嘉宾，天津市文联主席陈红先生、原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先生开启对话，谈读书。我们各位读者，今天呢，我是很高兴能够第二次在我们长江讲坛上露面。另外最高兴的呢，主要是我请陈红先生来和我一块儿和大家见面，来一块儿讲读书的问题。我和陈红先生啊，平时我们称就是兄弟之称，叫陈红兄了，因为我们两个是属于世交啊。什么叫世交呢？就是说他的导师王达金先生，南开大学著名教授，和我的导师詹英先生呢，他们就是兄弟，好朋友，哎，好，非常好的朋友，哎，好朋友。然后我们嘛，那当然了，都是老师的学生。其实我在读天津读研究生，是我们就已经开始就认识了，就是友谊代代相传。对对，那陈红先生呢？因为他是一直在做古代文学研究，而且在小说理论、在古代文化，尤其近些年来呢，在佛教文化方面啊，都做了很深入的研究，而且在高校啊，是我们平常是请不到你的。在高校倒是忙得不得了，那么这次也是挤出时间来，我特别希望能够把这个陈红先生能够请到我们长江讲坛，和我们读者呢一块来谈谈读书的问题，因为他读书是有很深的体会的。这就是我们这次呢，我和汤馆长啊商量的一个缘起，做一个就算对话节目吧。但是你是不是你多说点，我少说点，哪里？这个，我现在对福瑞馆长是又爱又恨啊！我又爱呢，是他把我带到各位的面前，让我有机会到这么一个有传统的讲坛，有机会和大家来交流。为什么又恨他呢？因为我知道武汉是非常有文化的地方，我在武汉有不少的好朋友，我知道都是读书种子，博学多识，到这儿来非常紧张，所以我现在又恨他把我拖到这儿来。但是据说你还是很爱出汗。是文学与出汗，也是读书与出汗，但是这个出汗和今天讲座好像没有关系，是吧？这个我们俩其实年龄都相当，他比大我也就是1-2岁而已啊。我们不止1-2岁，对，我是40后，他是50后，也就1-2岁，所以我们的经历应该说还是比较相近，都是在文化大命
你还是你属于啊，对，他属于前朝人，说回来稍微差一点，那么都经历了个比较特殊的时期，所以说呢，对于书啊，我们还是有一些体会的，尤其是你应该说比我体会更深一点，在这方面。这是你客气，全中国最好的书都归你管过，谁能跟你比啊？但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小时候还是不是这种状况，是基本上处于一种读书饥渴之中，因为见的书太少。我呢，基本上小时候，你像都属于基本是文化大命时期了，是，就是小学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文化大命，然后以后呢，就是中学呢，就是整个是文化大命期间。那个时候我们也辍学了好长时间，是，见到的书是比较少的，是，所以见一本书就如狼似虎，啊，就是一种情况。我估计你也会有相同的这样一种经历。刚才我在后台听主持人介绍，我为他们这个做的准备工作感到非常的赞叹。那把我多少年前写的一篇小文章发掘出来了，《十年书缘说读书》。这个十年呢，就是我下乡十年。我是1968年10月5号下乡，当时我的同学啊，大部队是内蒙和黑龙江，有个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我不少同学都经历那暴风雪了，但是我没去，我是单干户，自己回老家了。68年10月5号走的，人生有些很巧的事儿，78年10月5号离开了农村。考研究生到了南开，中间一天不差十年。那么这十年当中呢，刚才说十年书缘说读书啊，说个有点功利性的话，就是读书改变命运。我们看了不少描写知青的书，电影电视，相当多的都是写的凄凄惨惨切切。但是我真的不是今天吹牛啊。有一次我给那个凤凰大讲堂做节目，胡一虎就问我，你是不是现在混好了，你就说你当时也很愉快。我是真的凭良心说，我没有人看到我当时很愁。其实农村生活非常苦，十年啊，我以前我在天津出生的，我连什么是锄头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能保持这个心态？我十年中间真的没有间断读书。我考研究生呢，我是没念过本科考的。当时我报名的时候，当地有朋友就跟我说，说你别最后弄得下不来台啊。我说我要说夸口的话，全国取一个就是我。等到后来录取以后，他说你当初怎么敢吹这个牛呢？我说说真的有点吹牛，不过实情来说，我说十年里我可以说一天都没有中断读书。我觉得这样的人不是太多，所以就吹这个牛。那你还是有底气，应该是有底气。对，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呢，应该和你情况也比较接近。我属于回乡之前，农村的书呢还是有，主要是都是在民间，哎，很多书是在民间的。那这个书什么时候能够淘上来，你能够看到，那时候是我们想尽办法要做的事情。所以说基本上我觉得处于一种阅读饥渴的时候，我觉得和现在还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已像一年出版的书，过去我一直在讲10几万种20几万种，其实到去年已经是30多万种。哇，这30多万种你说我们读什么，确实是就是是个选择问题。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是你是选择不了的。啊，你读什么不读什么是没有办法选择的，就是你只能遇到什么读什么。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说你读的书是很杂呀，说这个连中医的书都读了，啊，这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一种情况？这个读书啊，要趁年少，年轻的时候这个精气神特别足。这个其实文革时候不是没有书，但是在这个市面上的书。说实在的，绝大部分今天来看意义不大，价值不大啊。这些经过文革的朋友可能都有数。那么我当时从哪去读书呢？跟福瑞馆长的意思差不多。我淘书的第一个资源
就是我有一个同学，非常好的朋友，他父亲是文学界的老前辈，文革的时候，他们家啊，他父亲人生到了最低谷，但是人生很复杂，他母亲在文革的时候非常得势，所以书就保留了。他跟我是好朋友，每年我从乡下回到天津，弄一大提包上他们家敛一提包的书带回去，半年以后背回来给人家，每本书都包上皮儿，千万别给人看出毛病，下次人家不借给咱了，是吧？那么当然这个书选择的余地不是太大，但是当时呢，因为年轻看书很快，对，而且也有点狂，总记着说有一句话，说孔子说一事不知儒者之耻，还有一句有点夸张的话，说余书见有无所不愧之事，所以就反正觉得是好书，杂学旁搜什么都看。这个到后来考研究生的时候，这个也有点像吹牛啊，因为我没念过本科嘛，我当时有四个专业方向，我觉得我都能考，我就犹豫我考哪个，一个是后来这个古代文学，一个古代史，因为历史书读了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佛教，佛教其实读的不多，但是我觉得别人读的更少，当时是任继愚七八年来招佛教，还有一个就刚才福瑞馆长说中医，我中医不是读了一本两本，这个医宗金鉴不要说全都读了啊，什么平湖脉学呀、这些都读了，这个当时我找到是广州中医学院他的教材，读了还得练，上山采药给人扎针看脉开方子，十年了，时间很长，所以很大程度上我想这个书是支撑了那十年，让他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同时呢充实壮大了自己，说人生其实六八年下乡，谁知道以后还有恢复高考这事情，谁知道还会有研究生招生，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读呢？其实目的性也不是特别强，就是充实自己丰富自己，而你一旦有了充实丰富之后，时机一来你的条件已经有了啊，所以我想读书这个事情啊，是不是双重的功能或者目的，一重呢可能有这种实际的啊功利性的，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和一种人生的经历、人生的体验，我想是连在一起的。对，实际这个我们俩有共同语言，他也在农村生活过，我在农村生活了十年了。其实我们就是读书，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有一个是个我自我的问题，是吧？一个是像我们年轻时候，有一种知识的这种追求，知识的这种渴望，这是我们在小时候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冲突。那读书当然首先满足这种渴望，但是呢，实际上到了一定阶段，它就不仅仅是追求知识的问题，它也变成一个比较功利的东西。没错，你说我们，尤其是我们现阶段呢，从小学到中学、大学，每一个阶段都必须要考试，是，然后你才能够这个升学，然后才能有工作。包括我们现在评职称啊，一切全都是考试。那么这些体制在这里，体制在这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说，我们排除这种功利读书，说功利读书，就像林语堂啊、鲁迅先生说，就不是读书。我觉得这还是可能得要把一般人要砍掉。理想化，理想化比较理想化。那我觉得我们从古人开始就是读书就这样，应该双重，就是双重，对，这是对。尤其这个各位做家长的，我想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多读书，有出息，是吧？我们这也是不是为人父母了，现在都升级换代了啊，都是做老爷的人了，当然希望孩子有良好的读书习惯。不过我特别同意福瑞馆长说的，这个读书啊应该是两个方面的结合，一个方面呢比较虚，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叫腹有诗书气自华，是一种修养性的，带有一种愉悦身心性质的。
没有特别直接的功利目的，这个很重要，但是它又不可能完全是这一面。当然另一方面呢，增加自己的能力，增强自己在人生道路上适应各种环境，甚至于说谋职，你的事业，我想这两方面很好的结合，可能是最好的状态。对，像我们古人都说，就是为了科举嘛，从唐代以后就是为了科举，这一直也没有改变。但是你为了科举，把经书都背下来了，把经书都搞懂了，这就是自己的，我用我们现代化就把国学的基础打掉，是实际上是这个问题。那么它就成为为什么我们古代人能够在我们现在是分文史啦，什么分得很细，其实中国古代文人是不分这些的。那你说文史兼通啊，过去都是这样，说经书也做得好，文章也做得好，应该说呀，和原来的强迫读书还是有关系的。是，强迫读书使我们能够有些时候可以奠定一些基础啊，打下一些基础。但是呢，真正到了好的阶段，还是比较自觉的，还是靠自觉，是吧？一种习惯，读书一种养成的习惯，读书呢变成自己生活里面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我估计你也可能有这个习惯。我们现在，你像每天读书。比如说晚上睡觉之前肯定要翻两页书。哎，对了，实际上我这个家里老说你这是不是在做样子，我说不是在做样子，在做样子，要拿必须拿一本书放到床边，是吧？然后呢看几页，是，哎，这样才能睡得比较安稳，这是一种习惯。哎，这是一种习惯。我还有一种习惯呢，就是上飞机读书。这个很有意思。我就是说最近这几年形成一个习惯，因为正好啊，北京机场那儿有一个中信书店，嗯，我也不带书，我到那儿去买一本书，买一本书，上飞机读书，下飞机把这本书读完了，现买现读，现新鲜热辣。我几本哲学书一般都是那个时候哎读的，哎，这也是，哎，习惯是很多，是习惯很多。这个读书啊，有各种的环境，有各种不同的书，这个。前几年我编了一套大学生的素质教育教材，大学语文，现在大概有100多所学校都在用。这个国家某一个部门的领导有一次说，哎呀，您这个大学语文很好看呐。我说是吗？我说谢谢您的夸奖啊。我每天早晨起来在某一个不太雅的地方，我都要读你这本书。哇，我说你这是不是搞笑啊？又不是的，跟我最喜欢的书我就放在那去读。当然这个事情带有半开玩笑的性质啊。这也是，这古人也是这个习惯。是吧？但是是说实话，是说实话。这个其实呢不带讽刺意味吧。这真的没有。说你那个大学语文只适合在厕所读。没有。这个实际上读书啊有各种不同的氛围，或者换个时髦的词儿，场啊，各种不同的气场。我觉得一个是环境不同，一个还有个年龄段不同。对，环境不同呢，你身心放松的时候拿一本消闲性的书来读啊，这个尤其是气候也好，周围环境也好，那么读进去又不求甚解。这个傅瑞兄有本书就叫不求甚解，说学生去读书学业上千万不能不求甚解，但是你平常要读消闲性的书啊，不求甚解是一种状态，是不是啊？你不去过分的钻牛角尖儿，有慧于心就一笑啊，看不太明白以后再看，哎，这个也是很好的状态。这是一个跟环境有关，还有一个年龄。我说这个大家别误解啊，我现在是往70走的人了，我现在想想我和年轻时候读书就不一样。我觉得在比如说16、17岁到26、27岁到30岁之前，积累知识的成分特别大，打一个很宽厚的基础。这个刚才傅瑞馆长说这个知识饥渴，读书饥渴，真是如此啊，说求贤如渴，咱们求知如渴。但是
到30岁到40岁，我自己读书啊，我特别愿意读那种有挑战性的书。哎，这个一上来看不懂一个新的领域，或者是它表达上有一些特点，比如说某些个翻译的哲学的书，某一些跨领域的书啊，这个比如说我在那个时候啊读这个小逻辑判断力批判啊，看个10几页就有点犯困，但是我觉得好处是什么呢？锻炼思维啊，锻炼你的一种理解力、思辨能力。啃下一本书之后啊，觉得自己长了一块。但是呢，现在我就不肯读这个书了，现在愿意读轻松一些的书啊，读着之后身心俱泰啊，这种状态感觉很好。每天都很忙，精力也不济了。就不太愿意挑战了，这个多少有点没出息啊。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环境气氛，读书还是有选择的。他读书应该还是有一些阶段。刚才我也很同意你的意见，你比如说我们青少年时期，你主要是打基础，积累学识为主，是吧？我对书就是读的可以比较广博一点。是。那么读的呢比较宽一点，然后呢读的比较多一点，这是一种积累的时期。但是到了壮年时期，一般的到了就是自己的学识有了，读书读了一定程度，它有一确实有一个居高临下的问题。就实际上不是一个是对自己阅读能力的一种挑战，比如说我判断力如何，我理解力如何，我的事件能不能在它之上？没错没错，这实际上对自己是一个 是一个检验，有一种挑战性。读书到了壮年时期有一种挑战性，喜欢读那些就是说没有读过的，喜欢读那些可能你是大家，你是很著名的。那么这些书当然我们读了以后，有的时候呢会感觉到很生涩，是因为是自己没有经历的领域啊。你像我读这个《存在与虚无》。哎呀，这个翻译不好，我老愿意翻译不好，但实际上还是一个我们没有过去没有进入这个领域。你说我们读古典，无论读什么样的，你这个他有他的一套话语系，有话语体系，你进入到话语体系。但是你读完以后呢，你就觉得，哎，我对这个话语体系我也掌握了，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打开一扇新的窗户，这就是一种挑战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愉悦。实际上啊。人到了一定年龄以后，自己也写书以后，这个立场是不一样，读书立场是不一样。是的，是的。我们过去读书只是把人家放得很高啊，啊，看得很高，仰视之。是是是。但是等我们到了，你像你也，我们都过了60的人，可能看很多的书不是仰视，是，而是有一种，是，哎，有一种俯视，甚至可以在里面挑挑毛病啊，哎。这叫所见略同，这有这样的所见略同。我给我的学生、每年这个博士生新生入学，这个第一次见面，我都会说，我说你到这儿来啊，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就是完成一个博士论文，还是读书是主要的，读书中生发出了心得体会，然后结晶是你的论文。我说但是读书呢要有3只眼。这个可能我是抄他的啊，不过提前他也没跟我说过。怎么3只眼呢？不是那个马王爷3只眼。第一，要有一个仰视的眼。即使到咱这个年龄，什么意思呢？你要尊重读者，是吧？年轻人尤其要如此，对于学问，对于前辈，要有一点敬畏。人家写这个书，相当一部分吧，还是人家的心血。人家有劳动，有独到的地方，年轻的时候不要太狂妄，所以要有一个向上的一个眼，还有一个平视的眼。一旦读进去了，那就是一个交流，对，啊，交流，绝对不是说哇，他都写成书了，或这人很有名啊，这人年纪很大呀，你就匍匐在那儿听他说，这个不好。我想平视交流。这个鄙夷人也，对吧？对，我也有灵智，那我跟他交流。然后呢，至少还有个理想派，就是刚才福瑞馆长说的，要一个俯视的。至少你给自己定的目标，
将来你要站得很高，你要能够看出它怎么形成了它这个知识结构，在它表述当中哪些地方表述得好，哪是它阿克琉斯之种，它的罩门在哪，不是要挑它的毛病。你读到一定程度了，我想到了这个境界你就提升了。哎，三个眼每个人不是同时都把它张开，但是应该具备三个眼，是吧？这个我每次跟学生都说这个，现在发现发明权是他的。是，你说的就是这样，就是读书，实际上这说到读书的一个态度和立场的问题，啊。那么除了我们要获取知识，除了这个使我们精神呢更健全，这种叫吸取营养这方面，同时呢还有一个。等于我们是通过读书和社会进行对话，是是是，这个对话呢当然是一种平等的对话，那就是我们对书啊，就是你刚才讲的第二只眼，是是，我们是一种平等对话，实际上读书也是我们对社会的一种对话，和社会的各界人士的一种对话，是，包括古今人士的一种对话，没错。那么这种对话呢，如果说我们都是采取一种仰视态度，我认为也是不平等。这个啊，这个对人是一种不尊重。你说这个啊，我想起了一个古人，金圣叹，这是很奇特的一个人，是吧？中国古代某种程度上独一无二的一个人，金圣叹，一辈子没做过官，名气很大，不但没做过官，科举考试也不认真考，这个不能拿他给我们的孩子做榜样。但是他处在一个乱世，他不愿意考试可以理解的，所以他一辈子的功名事业是什么呢？就是他做一个文学批评家，他批了很多书，这个书都很畅销，影响很大。其中在他评点《西厢记》那个序言里，他讲了一段读书心得，我觉得说特别好，可以给你做注脚。他说这个人呐，活在世界上啊，有一个天生的局限。他说每个人都一样，可以说是一种宿命，是什么呢？就是你生命的有限性。一，你就是这个一百年，而这一百年是理想化的说法，是吧？古代人生七十古来稀啊，真正有效生命就是到今天，也不过六七十年而已，是吧？小时候你很懵懂啊，你到九十岁以上，你这个智力和体力都不行了，有效生命就这么一段。这是一个局限。第二一个，任何一个人你活跃的生活的空间，你的见闻是有局限的。但是呢，人又是个特殊的有灵性的生物，你的精神是无限的。那么就一种困惑，你想知道很多，你想实现很多，你想让自己的生命有一种更充实更丰满更光彩的体现，跟这个局限怎么办呢？冲突了。他说读书，就是读书上有古人，你读，你说古代有一个人很聪明，说苏东坡，哎呀了不起啊，在咱们湖北生活了好长时间，这个人了不起啊，可惜啊我不跟他生活在一个时代。没关系，你读他的书啊，你读他的诗，读他的词，读他的小品文，是吧？他的那些个东坡与志林，很随便的东西，就跟朋友聊天一样。所以金圣叹用了一个词儿叫上有古人，当然他这是借用这个前贤的话，说网上和古人来交朋友，等于你交了很多好朋友，都是有思想的有见识的，他们把思想见识讲给你听，多么幸福的事情啊。说同时呢，他们描写了很多东西是你走不到看不到的，眼界大开，哇，多么幸福的事情啊。这个金圣叹还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这个读书啊应该根据自己的个性来读，说这个人的性格，他说他的这个子侄辈有高明者有沉潜者，高明者就是特聪明悟性很强，但是呢可能不太扎实，沉潜者呢很老实巴交很扎实，想象力不够。他说读书的时候啊，有意识的根据自己个性选择书籍，补足自己不足的那一部分，让你人格更健全，让你的精神世界更丰满。所以这个他到最后，他人生的最后时期
他说我现在最可告慰的就是我的孩子是读书种子，还能够继续的很好的读书。你说这个还是就讲我们个人呢，这个生命还是有限的，而且我们走的地方也不会很多，我们经历的事情实际上都不是很多的。是是是，有的人阅历十分简单，一辈子就在一个单位，是是吧？甚至有的一辈子没有走出一个城市，是就在这一个地方。那你当然你身心要受到很大的限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要想了解这个社会，了解人本身，啊，很重要的一个途径。那西方一个学者就讲，80%的知识是来自书本，但他这种说法我还是比较怀疑。80%，但起码来说，我们很多对社会的了解是来自于书本的。书本是弥足我们这个眼见之不足，我们足力之不足，这是肯定的。那这样的呢，实际上就等于使我们的生活呀变得更丰富，使我们涉猎的东西就越多。那我觉得我昨天呢，曾经也是在一个场合讲的，我说并不是我们每个人生下来以后说我活到50岁我就成为一个很完整的人，不是，我说有很多人是半喇子人。这我说的，我说半喇子什么半喇子人呢，就你精神，你身体可能达到这个年龄了，但你精神没有健全，你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是吧？别人认识的事情你没有认识到，这个事情你很不成熟。我们过去说幼稚，认为是这个人很幼稚啊，现在说幼稚是一个好词儿，是吧？说这个人很幼稚，就说你很不复杂啊。但是我们也讲过一句话，叫事情练达，事情练达就文章。这个练达就讲什么呢？讲你对这个社会呀、啊、能够体验的很多，是吧？你能够能够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一种自己特定的一种看法，这叫事情练达，是吧？但是事情练达是不容易的。那怎么也不是说你经历多了就事情练达，还有很重要一方面，还是要借助有些借助书来使自己更加练达，见多识广嘛。见多识广里面就包括了我们读的书啊，读到一定程度，那么你经历的多，对遇到很多问题，你对他有自己的一种特定的见解，你怎么解决这问题有自己的一种经验，这种经验不仅仅是经历，是一种读书经历，所以这一点是确实很重要。那你只有这样啊，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我觉得成一个比较成熟的人。这比较成熟啊，其实也不，我们除了到死那一天，我们才可说我活成一个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人，是吧？这个是确实，所以说读书呢，应该说对我们成为一个比较健全的人，我认为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你刚才说的说根据自己的兴趣来读书，这个也确实很重要。人呢，因为书太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读，是吧？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读书的一个方法。也就是说，我们读的时候，因为有兴趣在，你就不至于很枯涩，也不至于就说读起来就打哈欠啊，读起来就想睡觉。那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林语堂这个也讲过，把这种选择有兴趣的书，叫做找情人儿。他说的就是找情人儿，要找到一个。这个哎，找到一个怦然心动，哎，怦然心动的刘慧云心，对，说反正我看到这一个人，是，就是看他这个这个面相长得也好，是吧？身材也长得很好，于是就一见钟情了。一见钟情以后，你就要读这个书，啊，把它都整个都翻了一遍，哎，于是就觉得这个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自己的所爱的人。他把这比这，我这比喻也挺有点意思的，因为他说明啊，这个兴趣对人的这种重要，哎，所以你这刚才说这个，还是啊，对我还是很有启发，哎，很有启发。甚至我觉得这个读书这个选择性啊，也是很强，尤其现在知识大爆炸，是不是啊？怎么选择书来读？刚才说了他一个发明。其实也不是他发明的，这个不求甚解，这陶渊明说的，这不求甚解。其实读书你不可能，时间很有限，不可能所有的书全都认真的来读，更何况书有好有赖，有深有浅，有精有粗，所以选择性读书也还很重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有的书认真的看，有的书大概翻一翻，有的书认真看一遍，有的书看一辈子，
尤其是一些个经典，你随着你自己年龄的不一样，你每读一次会有不同的体会。举个例子说啊，比如说这个庄子，这是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我认为啊，最富有哲学内涵的一部书。我现在给研究生开课，其中有一门课就是庄子的选读。那么按说我都给学生开课了，你应该自己读的烂熟于心了，没有那个事儿。每一年开始讲之前，从头再读就会有新的想法。我举一个小例子啊，比如说齐物论。一般讲齐物论就是此一是非彼一是非，说庄子嘛一种超脱超越，和孟子不一样，是吧？孟子与其好辩哉呀，孟子就是坚守自己，然后公乎异端。庄子呢超脱了，你说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般都是强调这一点。我以前讲呢重点也是发挥这个，但是现在随着年龄随着阅历，我再去读，我这三两年我就从庄子这个看着很超脱的这种表达当中，我体会到他心灵深处有一种深重的悲哀，很悲苦，很悲哀，很悲哀，对，是吧？为什么很悲哀呢？因为一，当时是乱世，第二，当时诸家风起，各说各的理。好了，庄子觉得自己对人生有一些看法，对社会黑暗有一些批判，对于人生的迷途有一些见解，但是我讲了，我怎么能够让别人相信我呢？你讲那一套，他讲这一套，就跟现在网络上吵架一样，是不是？谁来做裁判呢？你自己做裁判，又裁判又运动员，谁信你啊？请他来做裁判，他跟我不一样，凭什么我信他呀？找个第三方做裁判，谁去找这个人呢？他用来裁判的标准谁制定的呀？所以此一亦是非，没错，所以他实际这个深层他是一种悲哀。另外我们就联想到比他稍微晚一点，吕氏春秋讲这个疑似，说最可怕的是什么？不是一个和你完全相反的观点或者非常可怕的形象，是一个很相似似是而非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我们联系起来看，就明白作为一个哲人，当他来表述这种此一是非彼一是非的时候，他内心里对于这个真理真谛的难求，很难于表达，很难于被别人理解和接受的深层的一种悲哀。所以这个同一个书你看来看起来它就不一样，是吧？庄子应该说是我们古代人的一个，我认为是最有智慧的一本书。没错，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智慧甚至超过了儒家的很多人。那我完全同意的。对个人的这种身心的安顿，是庄子是最智慧的一本。如果先秦没有庄子，华夏文明和其他几个文明对话，我们会感到惭愧。没有贬低孔子的意思，但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事情啊，就是黑格尔曾经说过对孔子不敬的话，说如果我们想保持对这个东方圣人的尊敬啊，我只说大意啊，最好不要读他的书。这当然很狂妄，也是偏见，但是原因在哪儿呢？就是他从一个搞哲学的角度来看，孔子讲的是人伦日用。没有性与天命夫子罕言，不去讨论彼岸的东西，对，不去讨论终极的东西，这毕竟是一个缺憾。但是幸亏我们还有庄子还有老子，作为一个整个我们文明有这一部分，可以在那个时代和任何一种文明的哲人去对话。所以我特别同意这个庄子深刻的地方。古代这些士人呢，因为有了孔子，他这个在仕途上啊，兼济天下之志，有了他自己的爱，有了他入世，有了他的一种工具，也是有了他的一种武器。但是呢，人并不是都是要做事情，没错，
尤其是在这个事情很复杂的一种这个人生里边，如何使自己开出自己的一个心灵的天地啊，这一点就得需要另一个人，就得需要庄子。而且有些问题啊，不是说在现实里面能够求到一些解决办法的，那么要靠心灵来解决。庄子呢，应该说使古代诗人能够比较健康的生活，是，这庄子是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我有一段时间，我看了看这个郭象的《庄子注》啊，我就越发感受到这一点。其实从郭象以后，庄子呢，应该说有对庄子的诠释有一个变化。有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把它尽可能的也和现实能够拉起来啊，能够拉起来。是，实际上这些都是为了是给世人生活找一个出路，没错，更好的生存找个出路，这些都是我们古人的智慧。这个前几年啊，国学热，但是到底什么是国学？包括成立那些国学院也罢，包括所谓国学大师也罢，哪一个人给过一个很明确的定义呢？没有，因为这个词儿本身呢就不是一个科学用语。好，这个我们不去说了。对，因为我现在一定程度上因为这个职业的关系吧，也跟他们发生关系啊。比如北京某个著名大学成立国学院，我也是学术委员；某一个直辖市成立国学院，我还是他的院长。但是这个词儿本身呢，它是比较可疑。那么我到那儿，他们如果让我来讲，说你告诉我们什么是国学，我就说两条。第一条，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不可能有一个大家都接受的很科学的定义。第二，如果我要来说，它就是传统思想文化的另一个说法。那么假如按照这个说法的话呢，我想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国学绝对不是就等同于孔孟，等同于论语。孔孟论语是里边一个重要部分，这个主干部分，先秦诸子之学。孔孟都是诸子里的一子，就那是一个思想自由、思想开放的时代，出了很多了不起的思想家。好，他们的总体是所谓国学，就是我们华夏的思想文化文明的那个主干部分。但是还有第二句话，就在后来这2000多年里，中国这个文化有一个特点，叫三教合一。就是刚才傅瑞兄说这个道理啊，这三教怎么能合一？我们看看其他的文明啊，大部分做不到。比如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它现在讲得很好，是不是啊？这个从善呐、宽容啊，是不是等等？但是历史上有过很残酷的时期啊，是吧？宗教裁判所烧死了多少异端呐？十字军东征，血流成河呀！但是中国呢，外来的文明佛教落地生根，现在佛教的中心也不在印度，也不在什么其他地方，在中国。世界性的宗教，和平为特征的宗教，现在在中国啊。而且中国呢也是个佛教大国，信从佛教的和对佛教有兴趣有好感的那人口非常众多。今年以来，习近平同志外访，在境外三次讲到佛教。先声明啊，我不是佛教徒啊，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三次讲到都是很正面的一种肯定。好，我说这什么意思呢？他这个外来的文化传到中国之后，中国人接受了、改造了、消化了，然后和本土文化，比如说和儒教，按说是完全相反的，一个出世一入世并存。本土还有宗教道教了，那道教跟佛教是不是开展宗教战争啊？没有，有过一些冲突，但大部分是辩论啊。皇帝做裁判，这边是一个有名的道士，这边是一个大德高僧，进行教理上的辩论，进行宗教史上的辩论，最后皇帝做裁判，好，这个6-4，好了，你胜了，那么作为皇帝支持给你多一些，你要是有所收敛。
它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三个共存，它是一个什么关系？这个是我们这个文明，我们祖先的一个智慧，解决不同的问题。人活在这个社会上，总是要入世的，总是要做事情的，是吧？你不做事情没法活呀，要有物质生产，要有经济活动，要社会活动。那么这些活动的规则，你怎么和社会相处，怎么安顿好家庭，儒家解决这个问题，给你各种的有益的教训。你应该对父母应该孝顺，和朋友相处的时候要讲仁爱，作为一个人的人格，你要有一种见义勇为啊，等等等等。但是刚才傅瑞馆长说的很好啊，一，你如果只是有这一方面，人生太累，对不对啊？第二，你可能顺利，可能不顺利，你不顺利了怎么办呢？不能都跟屈原一样，我良心我理想不能实现，我找一河没盖盖我跳下去，那肯定是不行的，是不是啊？那只能是个别的人他的一种状态。好了，这个时候呢，道家出来了，告诉你生命本身很可贵，你要爱护你自己的生命，众生啊，众生你要养生。 对，另外生命状态里呢，自然很可贵。这个最近有一本书在读书圈里很火的，余英时的那个《论天人之际》。哎，余英时刚刚在台湾得了唐奖，他这《论天人之际》就讲天和人的关系。哎，我扯得稍微有点远啊。前些年一讲这个华夏的文化，都爱说我们比西方高明。我们讲天人合一，其实这个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天人关系很复杂。在道家老庄那儿，天人是什么意思呢？天就是我生命的本体，让它一种自然态的存在，不要给它加太多的约束。就像一匹马，我给它戴上龙头，钉上蹄铁，不是马的本性。爱护生命本身，让你生命有一种自然的发出和生长，这是道家。但是道家后来衍生出了道教，作为宗教来说啊，当然道家这些他都讲了，但是道教有一个问题啊，海外研究宗教的曾经有一派说中国的道教啊不是宗教，为什么呢？他说宗教都关心灵魂，关心彼岸，道教是肉身成圣，长生不老。哎，这不能。当然后来大家不，你这叫削足适履嘛，只能说你原来宗教的那个概念有问题。道教的好处啊，众生贵真啊，自然，讲求长生。现在我们早晨起来黄金时段一开电视，十个频道得有八个讲养生，是不是啊？这跟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传统有关。但是还有不足，人作为一个高等生物，有思想，他总会追问一个问题：我从哪儿来的？我闭眼以后到哪儿去？我闭了眼，死去元知万事空，那我现在一切的行为，我的价值何在？我这么做了之后，为什么？他这个追问还需要回答。佛教解决这个问题，佛教讲的是彼岸，佛教讲安顿心灵，至少给你一个支撑，不管是假设的还是现实的。好了，我们的祖先很智慧，把三个搁在一块儿了，是吧？以儒处世，以道养身，或者叫养生，以佛安心。那么在马克思主义传进来之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这三个柱子它就支撑住了。所以你看，我们了解这个传统文化一定要一个广阔的视野。这些东西我读的多了，我从中汲取的智慧才多，也不是古人说的都对。我们从里边汲取对今天还有价值的东西，
同时习近平这个说的特别好，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借鉴呢？因为这两三千年了，我们的祖宗想的是这些东西，说的是这些东西，已经作为集体无意识融入了民族文化的血脉。不论你现在你想要它还是不要它，它是客观的存在。所以我们今天文化复兴，我们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是事半而功倍。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好。刚才这个陈兄讲了关于国学的问题，关于传统文化呀，这个儒释道，这个叫三派吧，三派。实际上讲了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读书呢，可能我理解啊，读书可能还要关注读一些我们经典，是我们民族的一些经典，就是儒家的经典、道家的经典，以及呢这个佛教经典。这些主要为什么要读这些？主要是解决我们这个我们现实里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如何面对社会，我们在社会里边我们应该承担一种什么样一种责任，我们要在家庭里边要承担一种什么样责任，有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地位，这实际上就是政治伦理和家庭伦理，这实际上就是儒家它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说，我认为儒家这个问题解决的还是比较好的。我们你像这个《论语》，主要还是讲理，讲理呢，实际上就是讲伦理问题啊，讲我们在家庭里头啊，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父亲，对待自己的孩子，就是自己有个本分。那么在一个朝中呢，实际就在社会上也要有自己一个本分。当然光讲理还不行，还要讲人。讲人就是讲自己这种本分以外，还得有一个精神的理想，有个精神立场状态，胸怀。对，有一种胸怀，有一种这个，有一种爱心，实际就是这个。那么这个问题是解决我们的人和社会的一些问题，是啊。但是人个人的一些精神问题怎么解决？个人精神就是我们在世，我们除了要入世。那个人精神问题还要遇到问题怎么解决呢？实际上道家在这个世上实际上也解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在入世你必然遇到一些很多的问题，是吧？如何对待仁义的问题，仁义使这个在社会上变异了，就是儒家的这个思想在社会上变异了啊，被这个统治者把它倒置了，变成了一种压榨你的工具，压制你的工具。那么这种情况你自己如何来解脱？实际上道家就讲这个问题，他主要讲啊，人啊，首先要尊重人的本性，人要活得要自然。这自然呢，就是实际上也是对现实的一种超越啊，讲的是一种超越状态，讲的是一种心灵的自由。那么这个问题是解决了，解决以后，但是还有个终极问题没解决。实际上，这个道家没有解决这个终极问题，是吧？这个稍微拦你一句啊，这个为什么道教的影响力不如佛教啊？它本身有一个要命的东西。他说他整个信仰也罢，修炼也罢，是祈求长生。可是现实中我们看不到长生的道士，是不是啊？后来没办法了，他就说他是什么冰结了，什么师结了，但是那很牵强的。对，佛教都不讲这个，佛祖本身都要涅槃嘛，是不是？他就谈的彼岸，他从理论和实践他能够顺起来，他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人死。是人死以后上哪去啊？对，我们就刚才讲，人死了以后上哪去啊？人活着之前是在哪来呀？这些问题他就把这个一个终极的问题解决了。这样这就是实际上这讲呢，我们要读这样一些经典，读我们的儒家的经典，读道家的经典，再读一点啊，这个是佛教的经典。那么对于呢，我们应该说呀，对于我们在社会上，我们扮演的一种责任啊，我们的一种这个角色，我们的责任，以及我们如何个人生活的更，就是精神上更健康、更充实、更自由，以及呢，我们时常要面对的、必须要面对的这样一个，就是终极的悲剧，我们如何来解决？这样可能使我们就精神应该是更自由。所以说呢，这读书啊，对人来说，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现在啊，咱们这个话题相对的集中到这个传统文化了啊。今年的6月份吧，
这个国家社会科学立项的时候呢，那个大会啊，让我去做一个发言，正好我有事儿，我就写了一书面稿，让我一个同事去读的。我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跟刚才说这话题也很相近，就是我们对待传统思想文化，对待3000年前的东西，对待2000年前的东西，我们要尊重它，要重视它，但是还要有一种辩证的眼光。我提出了8个字啊，第一就是萃取，萃取有点中医药的感觉，是吧？银杏萃取液，萃取什么意思呢？因为当我们在讲传统文化，尤其是国学热的时候，有另一种倾向，我们也得注意。比如有人说要复兴儒学，有人更进一步说啊，要把过去我们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制度设计要按照儒学的框架等等等等啊，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社会发展了，时代变了，你整个端过来是端不过来的，里边有价值的东西提炼出来，这是萃取，是吧？咱举个例子啊，说传统文化，一般都爱说最好我们中国人讲孝道、孝顺。这当然好了，是不是？因为我们有看到一些反面的例子，西方人情冷漠等等。但这里也有误区。第一，西方也不都是那么人情冷漠，人家也有其乐融融的时候。但总体来说，中国人更讲这个亲情。可是古代讲孝就一定都好吗？比如《礼记》这个书，是古代规范人们行为最权威的书，有很好的命题。比如《礼记》里讲家庭关系，讲夫妻关系，说通常一说封建时代都是男尊女卑，女性18层地狱压在最底层，不尽然。《礼记》里有一段话说的特别好，他说：“夫妇啊，夫妻啊，就好比是阴阳，谁也离不了谁，在一个锅里吃饭，是共劳而食，同尊卑也。”明确的说，尊卑是相等的，是非常好的命题啊，是不是啊？还有点哲理的意义啊。夫妻就好像天地的阴阳一样，阴也离不开阳，阳也离不开阴，阴阳是一种啊相对待又相融合、相支撑的，这很好。缺了水也不行。哎，可是《礼记》里还有另外的了，说你啊成家结婚了，说你跟太太感情很好。但是父母不喜欢，二话不说休了他，太不讲理了吧？说你有一夫多妻啊，你有2个妾，当然现在说没这事儿了。你有2个妾，说一个你喜欢，一个你不喜欢，但是你喜欢的父母不喜欢，你不喜欢的父母喜欢。好了，你一定要给父母喜欢的这个家庭待遇里要高一个格。穿的衣服啊，每月零花钱啊，他要多一格。父母即使去世了，一定要坚持下去，是不是？这些呢，就属于不是那么太符合时代的事情了。哎，一定要有一种分析，好的萃取出来，不合时宜的，拜拜啊！整个端过来那是不对的，这萃取。第二呢，激活。我们不是搞古董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传统文化是为了今天活得更好，所以我们得把古代的思想和今天的语境和我们大家现实生活融洽，让它活起来，不能搞考古。这一个字儿有18种讲法，空一几项的，你知道回字的9种写法吗？一点用也没有，要激活。第三，兼容。我为什么说这？就说你刚才说这启发，不是排他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排斥西方的好东西，也不排斥我们主流的意识形态，一定要一种兼容的心态。现代的社会应该是开放的、宽容的、多元的。第四，8个字吗？发展。祖宗了不起啊，我们有时候读这个古人的经典，有时候真为我们祖先的这种智慧啊。但是
我们应该，不是哪一个人应该，是我们大家应该有一个雄心，我们的民族文化要复兴，我们应该比祖宗做得更好。哎，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对传统是吧，哎，萃取激活兼容发展。这我上次我记得衡山文化论坛，对对对，我也讲了一个，是是是是，有一个其实是大家的共识，讲了一个，我也讲了一个和你类似的其中一个观点，就是传统文化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有一派啊，有一些人就恨不得全部都把它拿下来，来代替我们现在的所有的文化，认为这个就是好。其实这种态度不是一种，很可取的态度，实际行不通，也不可能。实际行不通，也不可能。我就是想讲我在一篇文章里面也讲，就是这些传统的这些经典、这些文化，那么它和一般的发展到现在、传到现在有两种样态，一种样态就是标本，我把它叫标本，就它在博物馆供大家看的，说我们过去啊有这样一种文化，是它就是这个样子的，是是是啊。这是一种死文化，是。如果说过去它是经典的话，到现在已经是死经典了。是。我们只能是来看它，来作为一种文物，作为一种标本。还有一种文化是活文化，就是它到现在仍然活着。而这种文化呢，和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当代的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这种活文化和死文化是怎么形成的呢？实际上说到底就是传统的文化、传统的经典和我们当代文化、当代生活有一种价值观点，它能够解决我们当代的问题的，它活下来了；它不能解决我们当代的问题，它就死了。就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就是你所说的刚才说淬炼，淬炼就是我给你全解一下啊，就是这种就是这种劝，它这种淬炼就是必须考虑到我们现在。因为毕竟古人面对的生活，古人面对的这种社会和我们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现在他能够看到计算机吗？他不知道我们现在这个计算机的世界里边这种虚拟的这个社会虚拟的这个伦理都出来了，是吧？而且不可想象啊。对啊，你就是苹果五才几天呢，苹果六就封抢了。是啊，这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这个礼记作者无论如何也没想到那个时候有妻妾，是吧？没想到我们现在网络里面可以有妻妾啊。不是他家里妻妾，但是网络妻妾。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啊？是是是。这些问题就是有个价值观念的问题，需要这个问题来解决。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再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不能够再也不能闭关锁国，再也不能说就是祖宗的好，是吧？把这些奉热神明，说你西方东西就是必须是必然是坏的啊，你西方的东西必然就是会对我这个文化进行造成一种侵略，使我们文化变得不安全。是，那我认为这种心态恐怕也是不行的。那么西方有很多经典是我们老祖宗是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老祖宗也达到不了的。他应该说各有所长，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对，所以我们在这个读书的时候啊，还是要一个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一些东西，另外呢，还是应该兼容一些。就刚才你说的，要包容，要兼容一些，是吧？我们现在咱们培养的都是古代文学研究生，我也特别强调说，你们读书不能仅仅读我们古代文学的书，对，这样你会变得。这个越来越窄，越来越窄。那么还要提倡他读一些西方的一些经典的书。那么他实际上，对我们的整个知识结构的形成，包括我们自己整个精神的这种长成，都是很重要的。我最近这两年，把主要的时间还是放读这个洋鬼子书了。是，尤其年轻的朋友啊，这个你。咱们拿当年毛泽东的话说，八九点钟的太阳是吧，精气神正足了。希望各位啊，在两个维度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什么呢？就是专家和通人。专家是什么？一定要有自己安身立命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不论你将来做什么，你把它尽你所能搞得最专最精，
说我就是一个技工，技工也很好啊，你的手艺最高最精，对不对啊？哎，一定要一个在你这个范围内你了解得很深很透。但是通人呢，就是融会贯通，知识面宽一点，然后找到一些个可以融通的地方。这个刚才说的中西可以融通，古今可以融通。我举一个小例子啊，这个前年我找了一本书，霍金的，是吧？我也时不时的翻个杨鬼子书看，霍金是鼎鼎大名了。不是时间简史，时间简史早看过了，就是一个后出的叫大设计，各位没看的向各位推荐，挺有意思。中间有一段他说这个意大利啊有一个中小型的市镇，有一个地方法规说是禁止用圆形鱼缸养鱼。说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东西啊太残忍，说这个鱼在圆形鱼缸里往外看出来，所有的世界都是变形的。哎，这个有点鱼道主义啊。那么霍金为什么讲这个呢？霍金说其实啊他们没有想得更深，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们的人类不是在一个巨大的圆形鱼缸里呢？这个话挺费理解的。结果我就想到了王国维的一首小词，哎，所以中西古今可以融通。王国维一首小词写的也特别好，哎，你要参照你就懂了。《浣溪沙》，山寺，山顶的寺庙，啊，很短，说山寺微茫背溪熏，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庆定行云。所以很高很高的山，在黄昏的时候我到了山脚下，我抬头一看啊，在昏暗的细熏啊之中影影绰绰的好像有一座庙，很高很高，山寺微茫背细熏，鸟飞不到半山昏，太高了，何况又是傍晚，鸟都飞不上去，那我怎么会知道，我怎么会看它呢？上方孤庆定行云，上面传来一声一声的僧人敲磬的声音，这种神秘感，这种悠远的声音，越是达不到审美啊距离啊，吸引了我的目光，引发了我的遐想。好了，下去是吧，这个欲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去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说我假设我登上了这个山顶，为的是看山背后的那一轮明月，由于我到了这么高的山上，又是到了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地方，我忽然想，我超脱了尘世，超脱了红尘了，我现在打开天眼，我看看尘世的真相，看看人生的真相会如何呢？可怜身是眼中人，可叹呐！我作为一个观照者，我想客观的看，可是我又是被观照者，我的局限是摆脱不了的，所以彼岸是永远不可知的。那么这个思想和霍金的思想是不是中间就有一个融通啊？哎，所以读书我想这个是刚才傅师兄说很对，一定要这种融通的，某种程度说悟，哎，这样你就会感到很多乐趣，这是一种趣味，趣味，这是找到一种趣味啊！真的是找到一种这个中西思想。实际上，人类有时候有一些感受啊，有一些思想还是东海西海道术优通，对，还是很一致，有时很一致的。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中，它会有一种特定的一种思想啊，特定一种感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说我们读书呢，恐怕还是要。就是还是要主体性，哎，主体性，当然要主，
还是要呢中西呀、啊，眼界要开，眼界要开，眼界开。你看这个陈兄，他是我们是也是研究古典的，我也啊、哦，你原来《时间简史》都已经读过，是吧？那说明他还是就是读书啊，如果读书很杂，很杂，叫杂学旁收，杂学旁收。从个人兴趣角度来说，读杂一点可能更好。从专业角度来说，当然我们说还是把基础东西打实，把所有的要搞的材料把它网罗殆尽，这是一种专业要求。但是作为一种就是一种普通读者，是对读书来说，我觉得还是越杂越硬好一点啊，越杂越好一点。刚才你说了，说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像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以后，读书呢就越来越随心所欲了。是是是，哎，随心所欲嘛，那就是想读什么都就读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基本已经超越了，超越了就是我们专业的书可能还要搞，你要那是干自己的项目的时候做。是是是，但是从自己个人读书的角度，可能就是根据自己的这读得更轻松一点、啊、更轻松一点啊，不要把它作为一种这个我长知识来了，我受教育来了，我要搞核心价值观来了。当然我们提倡核心价值观啊，这个如果你这么考虑，那读书就不太轻松，也不太愉悦，是是啊，就变成一种有负担的东西啊。这个所以就是一开始说那个、嗯、有的时候读书就是负担，嗯、就是要压力。嗯，没关系，用现在网络一词叫长姿势啊，长知识，就长知识，对吧？哎，但是有的是一定还要有另一面，消闲的、愉悦的、类似对话、谈话的这样的。另外我觉得啊，读书还有两句话也特别好，一句是孟子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一定要有分析和批判，还有一个呢，是清代这个才子袁枚说的，说双眼曾经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其实也不完全是古人欺，是吧？自己要有一种独立的分析判断力，不是要挑人的病，但是一定要有主体意识，啊，相信自己，然后呢，有一种分析批判，不是去找茬，而是这本身也是一个。其实也是个很愉悦的啊，一种精神活动。对，刚才因为你讲的，实际上讲到我们读书的方法，我们上面也算一个是讲了我们读书啊，对个人的人生啊，对这样一些帮助。同时呢，读哪些书啊？应该说基本是这两个话题。是是。实际上刚才你讲的就是。读书的一个方法，怎么读？怎么读？怎么读？就是你刚才讲的是一种眼光和自己的一种气度，是是，一种气度。这个是这样的，绝对不能说他是个大名人，现在很流行，对，哇，他说什么我就信了。当然不是要求每位读书都得去做考证，但是呢，保留你质疑的权利和质疑的兴趣，我想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咱举一个小例子啊。前几年非常流行的一本书，文化类的书，经中央电视台推广，那家喻户晓，我就不说哪本书了啊。这本书的第一句是说，古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在古人的现实生活中和在他们的认识的地位中处在如何重要的地位。开头就这句话立刻传播开了，那半部《论语》就治了天下了。这个历史上一直是有一本囫囵的一部《论语》，可是我们看看历史，这个太平盛世治世是少的，乱世是多的，那时候《论语》哪去了呢？那么这句话对还是不对呢？好了，假如你真有兴趣，没关系啊，几个朋友咱稍微的深入一下，一查根本没这事儿啊。首先这个《论语》这个书在唐代的时候还是小学课本了。杜甫有两句诗啊，说这个夔州，现在属重庆了，说这地方民风不好，不重教育啊，说小儿学问止论语，止论语，大而结束随商旅。什么意思呢？
说只重利不重义不重学问，说小孩子啊读了个论语就以为成了，就不让他再读别的了，再长大点干脆做买卖了。杜甫是批判的。到了宋代，理学家因为五经太难读，搞一简编就出来四书，五经里实际上又超出一点从礼记找了四篇简单的东西叫四书，四书五经，那么论语在这里面。论语在这里面，可是我们看整个北宋没有人说过记载过，这说赵普说的了，说赵普说臣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吗？没有记载。到南宋后期，在一个不正式的笔记里提过半句。那么整个这事儿从哪来的呢？元杂剧里，到了元代说书唱戏的给赵普编着这么一段，臣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真正的戏说，小说家呀，戏说你拿来当一个严肃的东西讲给大家听，通过媒体，我们都以为半部论语治天下。好了，那我们现在把论语呼伦个拿来，全世界都治了。就一定要有一种分析判断，是吧？这个事儿你从道理上觉得它就不对，那我们就稍微思考一下。所以我们读书啊，就是当然也排除不了一些这个先见，是吧？就说这个人先行经验，哎，先行经验，听这个前人或者同时的人对这本书、对这个作者有了一些评价，是已经有了先入之主，哎，先入之见。然后哎，这个书很好，这个你读吧，是吧？然后对他甚至产生了一种这个很崇拜感，这种情况也有。那么所以说呢，在读书的时候，有时候还需要去除这些这个误障。是这一点也是很，这个我们民国时期的遗骨派，他一个最基本的精神就是这样的。就不要相信，不要完全相信古人。顾颉刚，哎，顾颉刚啊，不要完全相信古人。是啊，你说古人，你比如说注经书，注了很多。那我们要读书的时候，我们要把他的注解，全把它先把它扒拉掉啊，就是说把这个经书上的这些注解的瓦砾把它扒拉掉，是啊，然后才能看出它的本来面目。当然，我们是遗骨派，现在看还要具体分析，有一些问题做得过了，一半不合理，一半做有的做得很过了，没错。但是我觉得这种读书方法，没错，对我们还是很有启发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完全的一进来就抱着一种啊，就是匍匐在地，哎，匍匐在地啊，这个五体投地，觉得这不得了了，我必须要好好学。还是尤其是对我们当代的这些学者。没错对，尤其是对我们当代的一些文化学者，我认为我们更应该有一些选择的对这样一些权利，尤其是别跟风，对，有一些挑剔的眼光，要一些挑剔眼光。我去年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谈这个媒体他对传播经典的时候会有一些变化，其中就谈到你说的这个例子，这个人，他写的一个关于庄子的这一些讲庄子，第一句话就不对，这那《论语》这第一句话就不对，庄子第一句话呀，古汉语高中的错误，说庄子何其人，各位，何其是什么？何其是多么，对不对啊？你可以说庄子其人。庄子何许人都行，一上来不能庄子何其人，何其庄子多么人啊，这不同，是不是？对，那么他这里边呢，你要如果按照他这个路子来理解庄子，那庄子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就是讲心灵鸡汤的，没错，这些文化变成心灵鸡汤的文化学者了。是，当然我们说这个他这样讲有电视台的一种限制，作为大众传播，哎，对对，也可以吧。对，就是说你，面对这些观众，他让大家能够听得进去，能够接受，那我通俗易懂来讲，这是一种方式，认为可以。但是你不能把一种思想把它庸俗了，把它这个思想的一种高度把它削得平平的，那这个就和原来的庄子的原意就去之甚远。
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在尤其对待今人的这一些书的时候，要有一点挑剔眼光。尤其就是说呀，作为各位读者朋友，对，是吧？你听没关系，讲挺热闹，总体来说也是正面的，这都没问题。但是心里要有数，你愿意把这事理解深一点，不要停留在他那儿，我们再找书再来看，是吧？这样更好。我说这个不要跟风啊。今年现在说话，两个月以前到三个月以前，一个大文化热点，就是有一部电影上映之后，《中青报》发了一个很长的评论文章，引起轩然大波，其他报纸又来反他，网上又吵得很热闹。各位有印象吗？韩寒，对吧？好了。韩寒这个事儿它很复杂，当然我现在我并不想在这说这个，因为一说这就卷到网络里了，轻易不要触网。这个网络里有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就是这个暴力群殴，是吧？而且谁越操谁越有劲儿，所以咱不涉及这网。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比如说三重门，说实在的，以前我还真没看。我觉得呀，应该是这个16岁到20岁以前的朋友去看大概比较好。但是他这一争论，我就去看了。至少我们要有自己独立判断力。说一个当时他好像那个年龄不到二十岁，说这小说里涉及到了这么大量的一个阅读面，可能吗？就是他的知识结构可能吗？即使他是超天才，因为有些书很冷，作为通常的读物不太可能接触到，更何况他那个阅读的那个时间段在那儿。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社会上很热的一个东西，趋之若鹜的东西，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保持自己的一个分析判断，我想这个还是很有好处的，是吧？不要轻易跟风，某一个学者文化学者很热，哗出了好些书，看没关系，看的时候呢，还是刚才说的，不要匍匐在地。现在啊，名气很大，有光环了，有几分分析的意识在里面，肯定收获会更多。有时候呢，就是听这些东西，仅仅把它作为一种什么呢？作为一种，就是给自己拉书单子一样，是吧？比如说有的某一个学者给你讲《史记》，与其听一听可以，然后下来呢，哪怕读一篇，读一篇这个项羽啊，是吧？读一篇刘邦啊，我认为这就是很大收获。把它哪怕你读原文读不懂，再看看注释还不懂，再看看翻译，现在也有翻译，那也就我认为这就收获就比他听他的还要大。就是说他仅仅是给我们提供一个读书的线索，应该这样来看。你现在你说论语字数不是很多呀，而且呢说实在，在这个四书五经里面，论语还是最好读的，最好读的啊，论语最好读的。那与其我们听了以后，我们哪怕读几条，我自己去看一看，自己看一看，这就是进入到一种这个读原点的一种状态，是这个是最可取的，是最可取。就怕呀，我们呢，这个他讲了，我们听了，然后呢往下再跟着再看他的书，天天跟着他走，那么你看读了半天，《史记》是何物也不知道，《论语》是何物也不知道，我觉得这样可能就有点这个。有点这个买椟还珠了啊，就有点这样情况。可能这个读书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一些，比如说方法呀，一些态度。你这个属于老读书人了，但我们还。其实说了这么多了，是吧？再说，我说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吧。这个咱说这么长了，我估计大家也都烦了。说一个轻松话题啊，就是说刚才说这个，怎么？阅读，听取对方的观点，很好，然后呢，有一种讨论的意识，然后呢，有一种啊，那么基于尝试的，思考，
都是很有趣的事情。举一个小例子啊，《西游记》，我想各位肯定啊，不见得读了那个，至少电视剧是看过的，是不是？这可能低估了。我想大多数应该都看过，《西游记》里有一个很小的小环节，始终啊在前边几十年，甚至于说上百年都没有说得太清楚，就是孙悟空的这各种名号。孙悟空在《西游记》里啊名字特别多，这个在其他小说里没有的。大家说是吗？你想一想，他有多少名字吧？啊，孙悟空肯定是一个，对不对？孙行者是一个，孙大圣是一个，还有了心猿。啊，那美猴王，对，美猴王是，那都不要说了。心猿，你去看吧，回目里心猿出现好几十次。为什么叫心猿？还有更怪了，叫金弓，金子的金，金弓。跟这个配着，猪八戒叫木母，沙僧叫黄婆，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好，还不说了。还有一个，所有他的名字里，孙悟空自己最不爱听的，他的敌人一想这个栽他，啊，想恶心他，就说这个什么，弼马温。好了，弼马温怎么来的？为什么孙悟空？而说玉皇大帝封的，那我们去查查这个干部系列表。啊，无论是人间的，是天上的，什么时候有一官叫弼马温呢？哪儿来的？你看有朋友知道了，说网上写着了，上网一查，哎呀，网页好多了，十几万、二十多万，弼马温哪来的？这是近二十年流行的，有两本书里提到的，台湾，所谓他那中研院、师语所，这都是台湾权威性的机构，我们现在我们社科院，哎，对对对，里边一个资深的历史学家写过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在我们大陆有两个出版社不同的机子里给他发了。他说哪来的呢？他说他这个发现，在美国的国会图书馆里有一个绝版的书《赵南星集》。然后这个书呢，别处都没有，拷贝成胶卷，台湾存了一个。在这个集子里，赵南星讲到弼马温是哪来的，说是啊，这个有饲养经验的都知道，在马厩里养马的地方养一只母猴，这个母猴的月经会撒到饲草上，马吃了永远不得传染病，就叫弼马温。而这个经验呢，是玉皇大帝拿来讽刺孙悟空的，说你本来是个公猴，我让你哎当一个官，是个马猴的职责，母猴的职责。说这个出来之后，哇，网上传的一片，说你看人家这学问做的，这做的很大很新，啊，哎呀，这个材料，美国的绝版的东西呀，哎，又是这个明代东林党的领袖赵南星啊，知识多渊博呀，解决了一个好几百年难题啊，很好啊。假如我们有点常识，我们就想，有这事儿吗？可能吗？各位要再有点农村生活的经验，我幸亏下过十年乡啊，我认识好几个马官，是不是？我又认识好多蒙古的、内蒙的朋友。我就问过两个人，家哈哈大笑，胡说八道嘛，这个事情。好了，要胡说八道，那这赵南星为什么记这个呢？没关系啊，咱查查去啊。从哪来的？现在检索很方便呢，一检索赵南星集子，谁说只有美国有啊？我们国内好多了，光版本就两种，但是二三十卷了，你能都翻过来吗？这个历史学家没说出于哪一篇。现在这检索太厉害了，你用各种的检索的工具，你输进不同的词儿啊，什么猴、母猴啊、马厩，检索一溜够，全是零，没这事儿，你看吧。好了，这就知道这是荒唐不羁之言。结果呢，咱们有网友啊，特别第一喜欢《西游记》。第二，对于这个，你看又是台湾学者，又是那权威机构，又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想帮他，
一查还真查着了，问题是那个学者他记错了，《李时珍本草纲目》里记的，嗯，啪，是吧？说这个比那更有权威了。李时珍医圣啊，对不对啊？也别迷信，《本草纲目》拿来看一看。我还真耗了点事儿，因为刚才我说了，我这中医中药我还真下过点功夫。好，《本草纲目》你看一遍，得出俩结论啊。先有个大前提啊，《本草纲目》是了不起的一本书，李时珍是很值得尊敬的人，这都没问题。第一，《本草纲目》并不是李时珍行医的经验的这个集合，是他把前人关于草药学的若干种十几种书传的，是前人的东西，传完之后补充了一部分他从民间搜集来的传说和验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所以这东西都不是很可靠。李时珍在这个中间还有一个癖好，说来呀，真的有点羞于出口。他记了大量的很怪的方子，这个方子怪到什么样呢？比如说，老母猪屎有多少种医药的功能，你都不可思议啊！老母猪屎，比如可以解一切毒，啊，就诸如此类吧。还有，大小便可以治哪些病？好，人的大便可以治30多种病，这就不知道他这个经验从哪来的啊？包括刚才说的啊，例假可以有多少种医药的功能？好，人是如此，好，猴也是如此。所以，并不是来自于医疗实践的一种，我们不能因为他名气大，我们就盲目的相信，是吧？当然，这是很小的一个例子，就是刚才说的，独立的分析判断，不要跟风。那么读书当中呢，就会别有趣味。有时候，当然我们说读书呢，有的时候是需要不求甚解，是，不求甚解，那就是不能够啊说磕磕磕巴，这都钻牛角尖。对，你说我读一个小说，我这个把，尤其是我们，你像我们，我觉得我们现在阅读的年龄啊，最佳的年龄就是在5年级、6年级到初一、初二的时候，没错，没错，读书极快。我个人一这样，后来我现在接触很多这个小孩也是这样，读书极快。那你在这个时候，他要说把所有的词都弄通了、弄懂了，当然用不着啊，他也用不着。哎，像读小说，把大致情节我弄懂了，把人物性格我哪段最喜欢，哪段最喜欢，哎，这就可以，这就不求甚解。但是呢，到了一定年龄啊，还得有一点这个要慎解，要慎解，是吧？就这个东西，尤其是像我做学问了。要做学问，那就是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弄清楚。现在尤其是网络时代啊，好多以为是搞明白了。我有一年写一篇文章，就是因为梁启超是我们的这个馆长啊，老馆长啊，那么他关于这个图书馆的功能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一查，我也是把他输进去，哎呀，很多文章，当代学者写的文章都引了这条。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我说那这个究竟是在哪出来的？你得把这出处找出来吗？找了半天，梁启超全集把它都翻了，没有，不知道。我到现在我很遗憾，我到现在也没查到，没找着了，从哪出来？所以我就这个叫半解。那么孩子，我觉得就尤其是对这些东西，我们还是要有些需要有些就是追根问底。是追根问底，弄清一个问题，我也觉得是一个很有趣味的事情，是吧？你先把你这个弼马温你搞清楚，这个我还第一次能够听，很好玩，很好玩，这是很好玩，这就很有趣味的事情啊。对，看看我们还有哪些话题？没词儿了，没词儿了，词儿了，耽误大家很多时间，没有好意思。那我们今天我们俩就聊到这儿吧，主要是看看还有时间，我们跟大家。一块儿聊一聊，是吧？别光咱们俩，那可以啊，双口相声，可以，咱们来个群口相声，好吧？好吧，好，好。